does to me。空战游戏粉丝引颈期盼的大作《空战奇兵七》，由于发售时程一延再延，更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的新消息，真的是等得好心急啊！在这一次德国 Gamescom 中，最新故事宣传影片出现了，并且正式宣布游戏将会在明年一月十七日上市，苦等的朋友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！《空战奇兵七》是系列暌违十年以上的正统续作，身为首款登上次世代家机平台的作品，期待采用 Unreal 4引擎呈现更加细致的天空和地表景物，为玩家带来前所未有的速度感，而且还支援了 VR 玩法，带上 VR 头戴显示器，有史以来最棒的沉浸感和超拟真驾驶效果就会出现在你眼前哦。期待的故事将延续近未来架空国家战争的设定，各国的最新锐战机将在游戏中登场，努力击退敌方王牌驾驶员、各种高科技无人机、空中母舰，在科幻作品中才会出现的巨型兵器和重装基地，统统都能让手痒已久的玩家们大呼过瘾哦。